美美姐，你不是不相信这些？有的时候，心里的寄托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释放它。此刻我跟你的愿望是一样的，我也希望保住他们，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走吧。冷梅姐，你也是爱宝忠哥的吧？虽然我知道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你对他不是兄妹之情。小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爹从一个小山沟里把宝忠带回来，爹跟我说。宝仲的父母都被日本人给杀了，他要我好好照顾宝仲。那个时候，整个抗联一群大老爷们儿，我一个人照顾。爹，有光，后来又有了宝仲。我给他们洗衣做饭，和他们一起打鬼子。每次宝仲打鬼子，我都特别担心，我生怕他受一点伤。我虽然没有太阳神保护，可我也天天对着天空祈祷。宝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对宝忠有情，用情很深，可是我却忘了怎么去爱他。直到有一天，爹牺牲了，我突然之间意识到，什么是虎威精神，什么是抗联精神，跟民族大义相比。我们个人感情真的是微不足道。冷梅姐，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懂。我觉得爱一个人不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吗？我爱宝忠哥，我愿意跟他一起打鬼子，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啊。索兰，我真的是很羡慕你。你们生活在一片净土里面，与世无争，简单干净。如果是太平盛世，就可以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男耕女织。何等的幸福！可是现在是乱世，对于我，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，我都不可能跟宝忠在一起。我爱他，可是他不爱我，他爱的是你，冷梅姐。对不起啊，说什么呢？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宝忠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应该感到高兴啊。再说了，不是宝忠一个人在保护你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冷梅姐，这次我和全部猎人山寨的人都要谢谢你们。如果没有你们建立黑森林的根据地，日本人攻山寨的时候，我们的死伤一定会很严重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建立根据地，你不是也帮忙了吗？再说了，保护所有人不受日本人的凌辱，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呢。冷梅姐，你是我跟……以后我是你和宝珠两个人的冷梅姐。嗯。宝珠兄弟。大哥，弟兄们，下面有两个旅，有抗联的，和咱们白龙山的兄弟比试枪法，一人一枪，谁命中目标，谁获胜，必须用盒子枪。宝忠兄弟，你们这边谁上？雪琪，俺来。大当家的，俺去。好吧。下面由顶替良先开枪。
天粮，一枪命中目标。学习开两枪，一枪打绳子，一枪打目标。学习，黑龙兄弟说得很明白，一枪决胜负。你咋开了两枪呢？你犯规了。老爷，别生气，我这妹子啊是快枪手，习惯了。这一局呢，算咱们白龙山的兄弟胜。这一局，白龙山获胜。大谷太君，关敬山去白龙山找林中豹，他说今天就可以将杨宝忠缉拿归案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人。关三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？是，太君说的是。马老板，于太太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金子，快过来，于太太来了。于太太，您可来了，我真是想死你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？啊，不对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姐，我叫你姐，这才对吧？姐，自打我认识你以来，我就一直把你当作亲人看。自从上次你跟于队长用性命担保救了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。而且我们也就是平民百姓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也高攀不上。你这说的啥话？姐呀，第一次见到你就特稀罕你。这样，如果你不嫌弃姐，咱们就结为姐妹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可是我的荣幸，姐，你快过来，你看看，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发型，选选看。来，这个吧，这个不错。这个，嗯，我前两天刚贴上的，今年最流行的，那就这个了啊。马文，过来给姐整整头发。好嘞。选好了，姐。选好了。保证让姐满意。我来看看啊。下面。咱们比试刀法，看见挂着那两个犁了吗？一人一刀，一刀一个。大当家的，我来献献丑。这局俺来领教领教抗联兄弟的本事。小心点儿，抗联兄弟个个身手了得。来，准备。上一局是咱们白龙山的兄弟先来的，这一局由三刀兄弟开始。好啊，我先来。但是我提个意见，那犁挂在那儿啊，没劲，不刺激。不然我们试试，把犁放在人的头顶上，怎么样？好样的！你们谁敢上去顶这个犁啊？没有，我来顶这个犁。哎，大哥，你快点，信不信我抽死你？你看你，我这还没耍刀呢，你就抖成这样了。我跟你说明白啊，你要是不抖，我待会儿一定扎不到你。但是你要抖了，我很有可能扎中你啊！啊，明白吗？明白你还抖，不要命了？黑龙兄弟，再给我拿块布吧，把我眼睛给蒙上。啥？你要蒙眼睛？三刀，这人命关天，你可别逞能啊！你给他拿布。
兄弟，你可别哆嗦啊，我可要扎了。不行啊，拜师笑人你上啊。看来这位兄弟不信任我呀。还有别的人吗？我来。小杨司令，你的人今天是不是喝多了？别整出人命啊！大当家的，我的这帮兄弟啊，今天看来是真的喝多了。我觉着今儿差不多，就万一成功了呢？啊！来吧。太太，我出去一下啊！我出去一下。好好好。抗联的兄弟一刀命中。副保中，你是扎挂着的呀，还是扎在人头顶上的呀？扎人头上的。那个眼睛还蒙不蒙啊？这……行了，你去顶敌。比过了，这第三局比是拳脚功夫。哎呦，柱子哥，老二兄弟，前两天白龙山的大当家林忠宝来见了关景山，后来暗谷也见了他，暗谷不着不是什么好事，可能要对宝中下手。另外司令手机一点消息也没有。知道了，柱子哥，时刻注意小鬼子的情况。哎，柱子哥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走了，柱子哥。哎，好，您忙，谢谢啊。哎，客气客气客气。
杨司令，抗联的兄弟个个身怀绝技，今天呢就到此为止。我们回去喝酒，一醉方休。好。小杨司令，刚才我们真是看到了抗联兄弟个个身手了得。弟兄们，我们敬抗联兄弟们一杯。来来，干干干干干干！老爷，刚才呢看上去是打成了平手，但是保中心里清楚，是山寨的兄弟啊让着有光的，有光不懂事儿，您多包涵。三刀兄弟，你的刀法俺着实佩服，俺敬你三杯。过奖了，干。干。好酒量，三刀兄弟，俺顶天良也敬你三碗。来，俺也敬你三碗，俺也敬你三碗。你们每个人都喝三碗，那我得喝多少碗啊？明显不公平吧？我不喝。三刀兄弟，我的兄弟敬你酒，那是他们的诚意。这个酒，您要是不喝。来，兄弟，对不住了，干！三刀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喝了他的酒，为啥不喝俺们的？是不是瞧不起俺们？兄弟们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酒要慢慢喝，不要强人所难。三刀兄弟，我们山寨的弟兄请你喝酒，是让你吃好喝好，怎么难为你了？这酒你必须得喝。老爷，这按理呢三刀应该喝，但是以一对四，三刀真的是不胜酒力啊。再说了，咱今天是来商量如何抗日的，这又不是过来拼酒的，只要赶走了鬼子，这酒啊啥时候都有机会喝，您说是不是？小杨司令，你来到我的山寨就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，酒喝好才够兄弟，没把我们当外人。这喝酒都推三阻四的，看来是没什么诚意呀、啊，还跟我谈什么合作打鬼子？别是借着谈合作打鬼子想吞并我们山头吧？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说是不是要占领俺们山寨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占领我们白龙山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来我们白龙山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吞并我们？说呀，说是不是？好，既然鲍爷都这么说了，看来今儿这酒啊还非得喝了。既然鲍爷这么好杯中之物，那我保中就替三刀喝，咱们俩先干一坛，请。哼，我的兄弟敬三刀兄弟喝酒，那是他们的诚意，这酒他不喝，我也不喝。怎么着，鲍爷，您兄弟敬三刀的酒那叫酒，我敬您的酒就不是酒了，咱们俩都是当家的，得给兄弟们做个榜样。再说了，
您上眼，我这一坛可比您这一坛多得多，这算公平吧？请。老爷，保重，先干为敬。干什么？都别走！别走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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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别走！新娘子，我大哥给你脸你不要，就不要怪我大黑龙不讲情面了。哼，杨保中，在我这儿撒野，我看你是翻错眼皮了。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我林中豹是什么人物？老爷，今儿个我可看出来了，您真是个人物。哼。瞧瞧，瞧瞧，啊，这一小伙子的手啊，咋还能比姑娘的都灵巧啊？姐，你的追求，那就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啊！太好了，我总觉得姐长得很漂亮，你说你怎么长得跟娟人似的呢？要我是个男的，我肯定喜欢你。小妹啊，你这可真是哄死人不偿命啊！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行了，我还得去买点东西呢。哦，对了，姐，嗯，等着有空的时候啊。我跟马文请你跟姐夫一起去吃个饭，好好报答队长对我们的救命之恩。我们在城里无亲无故的，也就把你们当作亲人了。这没说的，我回去看看呢。你姐夫哪天有时间，咱们一起聚一聚。这么说定了？说定了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自己慢点啊。衣服您穿上，来，给姐穿上。嗯。好，回去美美的见姐夫。那我就走了，你们忙着吧。再见，姐。不用了。哟，我说呢，鲍爷今儿那么威武，原来是做了一条狗的狗啊！原来是这个狗崽子呀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掉狗窝里了啊！关正山，不要得瑟的太早。得瑟？有吗？多稳啊！啊，关敬山，别叨叨叨叨像个女人一样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你谁啊？江三刀。哦，你就是江三刀啊，红枪会的三当家，野夫司令官的脑袋就是你做内应带着他们干的啊。我当时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的脑袋一块给砍了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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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谁啊？本姑奶奶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薛琪。哦，听说过，那个神枪手啊。嗯。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跟着抗联干有什么出息？跟着我干吧。我呸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。来，把他们押下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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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狗杂碎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王爷，好样的！是使我者为俊杰。黑龙兄弟啊，今天。你可是真出力了，大哥敬你。大哥，以后大哥这儿的就是你的，我们兄弟两个永不相欺。来，干！大哥，我大黑龙别的不敢保证，只要大哥一句话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大黑龙也不皱下眉头。大哥，以后只要谁敢动你，我大黑龙第一个站出来抽死他。好兄弟，大哥没看错你。大哥。你是我的亲大哥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。我也敬你们二位一杯。喝。啊，来。大哥，关大队长，杨保中他们四个怎么处理啊？哎，直接把他们交给暗谷，多体面。不不不不不。杨保中和辛永光
咱们抓住他们是天大的一件事儿。这两个人是杨振山的义子，也是日本人的头号敌人。如果把他们送给岸谷的话，岸谷一定乐疯了。只不过杨宝忠这个人命太大，好几回都让他死里逃生。我担心在运往通城的这段路上再让他跑了，那以后我们麻烦就大了。所以不如把这四个人给宰了，然后把脑袋送给岸谷。二位觉得如何呀？大哥，你说呢？好，快刀斩乱麻，现在就把他们给锁了。大哥，关张队长，你们接着喝，我去取他们四个人的人头。黑龙兄弟，辛苦了。辛苦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林中豹居然被郭靖山给收买了。真是在劫难逃啊。小杨司令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俺真是看错大黑龙了，你刚才看见没？他在聚义厅，大黑龙第一个就掏出枪来指着俺们。老庄，大黑龙今天有这一手，是不是早就料到？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别不说话呀，你快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这个你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因为索兰这辈子都是杨宝忠的女人。我想说，即便我不是这个杨司令，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。苏兰，我知道你此刻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也知道。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你了。宝忠哥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大英雄。我不要当什么英雄，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好好的过日子。看着眼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似乎明白了你们的使命，我似乎能预感到我们的命运。在这个动乱的年代，爱却不敢言，你知道吗？我此刻多想抱着你，安慰你。失去亲人有多痛？宝忠哥，我现在终于能明白，当时你爹离开你的时候，你有多难过了？
眼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去，我开始恐惧，因为我害怕下一个会是你。素兰，明天我要去赴一场鸿门宴，我要去拿下白龙山，我要为你还有你的族人找一个更好的栖息之所。保重哥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，你答应我，你得好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，从今以后我都会好好的跟你待在一起，你等着我，等抗战胜利那一天，我会用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你等着我，我会用加倍的爱来补偿你。你等着我，等着我。把他们带出去。能打，人有多大本事，就做多大事。给老娘滚开！你，哼，小娘们儿，嘴还挺硬啊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俺们瞎了眼，竟然相信你！我看你嘴还能硬多久啊！你说，保重哥他们已经去了一天了，到这会儿还没回来，他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保重对林中豹早有防备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就这样干等着呀？有时候等待，就是一种办法。
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 王爷，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，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，以后我在日本人跟前腰杆就能挺直了。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王爷，以后我也是你的亲兄弟啊！哎呀，关大队长，刚才在大厅上真的是危险。 想不到这个杨宝忠那么难对付，多亏了我的黑龙兄弟啊！哎，那是因为你豹爷仗义，平时对弟兄们不薄，所以关键时候弟兄们才会为你两肋插刀啊！再者说了，杨宝忠那些人算什么东西啊？刚才还骂咱们是狗崽子，狗崽子多可爱，人类的好朋友啊！ 不过，鲍爷，这四个人死，我得亲眼看见，不然的话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哎，关大队长，黑龙兄弟办事靠谱啊！不，眼见为实，还是去看看。走。 打枪！